把新妈的育儿经，邵兵太严肃，孩子很紧张。演员邵兵对于家庭生活一直很低调，但其实他和同为演员的妻子张培早已结婚，并育有一对龙凤胎儿女。在日前的北京电视节活动上，邵兵就宣布自己正在筹备剧本当导演。邵兵希望自己首次执导的电影能够让他在儿女面前炫耀一把。尽管荧幕上一直以硬汉形象示人，但生活中他也有柔情的一面。邵兵表示，就算脾气再暴躁，他也从来没有打过孩子。孩子会很紧张，因为我长得比较严肃。如果是我要发脾气的话，或者有些什么东西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会在他们旁边躺一会儿。孩子很需要他抱他一下。